你放心，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信息，只要我们团结友爱，强强联手，就一定可以揭开谜底。又趁机碰我手？我这不是趁机，是光明正大的。你别动。怎么了？鼻子上蹭了点东西。什么？就刚刚那个手印。 擦干净了，瘦什么呀？韩正，你故意的！哎，我要从你脸上画一个，我一定要画一个。别闹！哎呦，我没好。